各位教练选手，我们各位同仁，新年快乐，猴年行大运，国训中心赞。我们中心的各位工作人员、各位同仁、我们各位教练、各位选手，大家好，今年是猴年，那祝各位猴年行大运，而且我们今年是奥运年，各位的汗水、泪水以及辛苦的这个流汗的所有精神的表现，一定都会在八月的奥运会有展现好成绩。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，在奥运能够夺金夺冠。